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谂女仔咧成日都会买咩咧？其中一个我会成日买咧就系呢啲 bobby pin 啊，发夹啦，同埋橡筋啦、幼身嗰啲啦 ，pling 啊，成日都唔见啦，唔知去咗边啦，或者系啦，太细啊，咁所以咧好多时咧系啦，一日咧我谂半年到啦，我都会买个批呢啲发夹噶。咁另外咧，第二样嘢咧，我会比较多咧就系 hand cream 啦，hand cream 咧。唔知成日擺咗邊啦，同埋成日都好需要佢啦，係啦。咁所以今次呢一個 hand cream，你大家可以試下啦。第一，佢係細細支啦，好多 function 可以用到啦，同埋咧啲味道咧係好舒緩。咁同埋咧佢有啲好特別嘅咧功效咧，大家估唔到嘅。咁首先講咗呢一個 rose，rose 大家都會聞過啦。呢一個 rose 唔同嘅。佢有三個 layers， 第一個 layers 咧，佢會係一個咧玫瑰味啦，跟住木味啦，跟住嚟會第三個 layers， 你見到呢啲小豆蔻啊，即係印度嘅 herbs 噶，咁會啱咧就係呢個秋冬用嘅時間咧，可以保暖啊，暖身。嚟緊凍啦，大家着多件衫啊，咁呢個時間咧，你可以除咗搽手之外咧，搽完手攞少少。做個髮尾油啊都可以㗎，係咪好好啊？好方便㗎。跟住咧，如果有時冇錯啦，心情唔係太好嘅時間，想靜一靜落嚟，或者係爆擦啊、出暗瘡啊，或者係塊面敏感嘅時間係點樣咧？冇錯啦，呢一個好特別嘅就係一個。沉香啦，乳香嘅成分嘅，咁佢入边仲有加埋呢一个木味，佢个 layers 个味咧，我觉得好丰富啊，系会好开心噶。用完之后，点解咧？你首先闻到嘅味咧，系淡淡嘅玫瑰味啦。嗰玫瑰有啲唔同，同头先个玫瑰唔同，佢系木味嘅玫瑰，似系犬玫瑰嘅味。跟住你會聞到一啲花香啦，跟住再聞到咧沉香嗰陣，好舒服噶。如果大家做開靈修啊、瑜伽啊，你會成日聽到有啲人會點沉香啊、乳香啊，佢做 meditation 係好好噶。咁呢個咧，我就覺得可以係舒解解鬱結啦，同埋咧佢入邊咧。有個好補水嘅成分，係超強補水成分，就係 argan oil。比較少，我見到市面上咧係用呢一個堅果油，係落咗去 hand cream 或者呢個可以搽埋喺身度。你可以加少少一啲 base oil 用埋佢都可以嘅。呢個我覺得係可以推介，同埋有少少橙味，個 layers 好特別，好豐富，好似去咗個大嘅雨林咁噶。好啦。之後咧，想介紹薰衣草。薰衣草可能啱瞓覺嘅時間啦，想快啲哦瞓覺啊，哦或者係嗰排心情落緊雨啊，或者啱啱同老細嘈完嘅時間，冇錯，佢係好似去咗呢一個法國嘅，冇錯，帶俾我去法國嘅薰衣草園酒莊嗰種感覺，去唔到，查咗檔去咗㗎啦，呢一個係啦。好法國啊！呢、这、一個咁最後咧，呢一個咧就係、是、一個乳香。乳香你可以適合搽咩咧？我覺得可以搽埋 face cream 啊，可以有時咧呢、这個位，我覺得開始咧搽戴口罩戴到咧界面啊，呢啲位置啦，呢、这個位置啦，呢、这個位置咧都會好乾啊。咁所以可以薄薄地搽一個，同埋呢一個沉香嚟搽喺塊面度咧，嗰日好。好靈修，好 meditation，可以帶去做瑜伽，係啊，好舒服，冇錯。咁就有四支，咁大家可以任君選擇，可能嚟緊一套都買曬佢啊，一個俾爸爸，一個俾媽媽，一個俾自己，一個俾男朋友，哇，perfect，冇錯啦，留翻沉香俾自己啊，自私的你記住。